请掀开经本第三十八页啊，三十八页第一行，我们从头看起。佛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卢破闸龙王、梭羯罗龙王、云音妙床龙王、焰口海光龙王。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看第五尊普高云床龙王。在四天王表法里面，西方广目天王他就是大龙王，此地讲的毗卢波闸就是广目天王。那么用他们来表多变的社会、多变的人事，龙是善于变化的，社会的变迁、人事的变化都是在一切众生错误的想法与看法，这种差错就引起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和睦相处，乃至于影响到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的这个地球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变化、灾变。那么这些变化的缘由，我们在过去曾经讲过多次，说明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依报随着正报转，人心善良，依报的环境就好。我们看到《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在《无量寿经》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家的居住环境为什么那么样的清净庄严？佛在经上告诉我，那个地方的居民都是上善之人，那不是普通善，上善啊！上善之人的思想业感当然感到清净庄严的居住环境。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一切众生想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正是世尊在经上讲啊，无著卧室啊，尤其是现前，著卧已经达到极处，所以这个世间的灾难、灾变层出不穷，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还能够不警觉吗？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谈生死问题，有生必有死，谁能够逃得过生死这个关口？今天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所以我说出死生死大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投生呢？这个才是我们面临着现前头一桩大事。死了以后摆在我们面前十条路啊，十法界，这个十条路我们如何取舍啊？那就看我们呢用的是什么心，修的是什么行，这个要紧啊。下面这张龙王名号叫普高云床，他确实表这个意思啊，高位高，设法界里面佛菩萨的位次位高啊，德高行高，加一个普，样样多高啊！这样样高，会不会产生傲慢呢？世间人样样高了啊，这个傲慢心就跟着增长了，那样就错了啊！样样都高啊，还要显得谦虚恭敬，他底下有云床，那么由此可知，菩萨的修行一定是向纯善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去精进。即使功德圆满了，心里面也一丝毫都不执着。若无其事，那才叫真的高明。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凡夫小小有一点成就就值得骄傲了，这是凡夫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扎根、都不能成就的因素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诸佛菩萨成了佛了，你看看毗卢遮那佛有没有骄慢的念头？阿弥陀佛有没有骄慢的态度？没有啊，他为什么没有呢？他清楚，他明了，一切众生跟他是平等的，
他不比别人高啊，别人也不比他矮一截，平等法，你从哪里去较慢？佛给我们讲的，生佛平等，众生跟佛平等啊，性相平等，理事平等，无有一法不平等。不但理平等呢，事也平等。这个话通常说的少啊，很少说啊。华严会上那就说的多，华严会会上讲真话了，跟我们说明啊，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平等的。你要说是理上平等，也许我们会点头。理是什么？法性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平等的，所变的怎么会平等？就是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较量，福德呢也显示出不平等啊！一个乞丐跟一个帝王相比，怎么能平等？帝王跟忉利天竺相比，怎么能平等？那么这是四相。不平等，随顺众生说的啊。如果随顺如来说的呢？平等，怎么平等？乞丐、帝王，乞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也是虚妄的。那个帝王啊，凡所有相也是虚妄啊，虚妄跟虚妄怎么会不平等呢？般若经上讲得更清楚了，讲这些现象，四相，四相是因缘所生的，无有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他怎么不平等？这个平等呢，凡夫二乘全教菩萨看不出来，谁能看得出来？法身大师，所以法身大师他不是不修行的，天天修行的，积功累德，断恶修善的。断恶没有断恶的意念，修善也没有修善的意念，只知道应该这个做法。法而如是啊，确实没有起心动念，这叫普高云传。所以从菩萨名号里面来看，我们也很清楚地体会到，这不是凡夫，不是全小，最低的地位呀，是法身大师。法身大师还不是普通的。地上菩萨的境界，说得更贴切一点，十地菩萨的水平。菩萨在此地显示给我们看，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他学习，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而不着相。永远尊敬别人。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对佛菩萨礼敬，对好人礼敬，对恶人也礼敬，对陷害我们的人也礼敬。为什么呢？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所以我的礼敬也是平等法。普贤菩萨告诉我，对于恶人恶事不赞叹，但是要礼敬。善人善事赞叹，称赞如来啊，他的德行与如来相应，我们要称赞。与如来，如来就是性德，与性德不相应，不赞叹。没有说不恭敬啊，没有说不供养啊，还是要供养，还是要恭敬的，只是不赞叹而已。这不赞叹的时候，怕影响社会大众啊，因为对于恶人恶法要赞叹，世间人就迷惑了，善恶不能辨别了啊。不赞叹呢，世间人晓得哦，这个是恶，不应该做。意思在此地。你一看看佛菩萨修行，他多么含蓄啊！他没有批评，他没有回报，只是不赞叹而已。除了不赞叹之外，其余九条都修了，对他有礼敬，有供养。有忏悔，样样都具足了。那么这是菩萨心，菩萨行业，我们应当要学习。第六层，德察切龙王。德察切是梵语，它的意思是能害，就是伤害，有能害有所害的意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龙它是八部鬼神之一，龙的嗔恨心很重。如果它是用嗔恨的眼光来看人，那个人呢，就要受到毒害。经上讲，他以嗔恨看人畜，人畜皆亡啊，都不能活命。龙他能害人，能害众生，一切众生被他所害。这个德号里面，它究竟显示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双关的。对于恶人，他用一种
恶的手段帮他消业障，这是菩萨法。正如同末后五十三参里面甘露何往，甘露何往是个过往，这个过往脾气很大，嗔恚心很重，以非常残酷的手段对治犯过失的人，没有饶恕的。善财童子去参访，对他有礼敬，没有赞叹。为什么呢？他代表贪嗔痴里面的嗔恚，跟这个德察乾隆王啊是一类的，一类的人。可是这些人呢，是诸佛如来示现的，这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有的人你对他慈悲呀，不能帮他改过。恶人要用恶的方法来对治，他就乖了，他就回头了。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虽然是三毒，用得妥当啊，能治病啊。所以在教学里面，我们也常常听到恩威并施啊。学生有性情很好的，很善良的，老师对他很慈爱，他蒙到老师的慈爱，他懂得，他会努力精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有一类顽皮的学生，老师对他慈悲，不但不能治他的病，他变本加厉。这个老师好好先生可以骗他，所以老师对这类学生呢，要用严厉的处罚，他才不敢越轨也。所以教学是一昧慈悲，一昧溺爱，这学生就完了。现代有许多家庭，做父母的时候常常感叹儿女不成器，心里看到很难过。什么原因造成的？溺爱造成的。那从小娇生惯养，现在生活富裕了，小孩要什么都给他什么，样样满他的愿，那小孩对父母有求必应，这还得了？养成了一种依赖性，没有自己这个创业的精神，没有这个魄力，这小孩怎么能成器？所以我们看看历史，中国外国几乎都差不多啊，英雄豪杰都是在贫穷苦难里面煎熬出来的。你看看历史上的伟人，几个人是富贵家庭出来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才晓得诸佛菩萨度众生，
特别是在地藏经上看到的，诸佛如来化身大士，示现在卧轨道、畜生道、地狱道里面做鬼王啊。帮助这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帮他消业。业障消除，他才能脱离三途，才能够恢复人天的果报。这正是一种误度。另外一个意思，龙常常犯这个过失，能害众生，一切众生为他所害。菩萨示现为大龙王，教导他们，不准许他们伤害一切众生，这又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些意思通通都具足啊，通通都有啊。第七尊龙王，无边部龙王。这个名号里面的含义比较上难于体会，无边这个意思比较好懂，不在此地代表什么？不在此地代表行啊，无边部啊，尽虚空遍法界，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有能力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也正是佛菩萨所谓是应以龙身得度，他就现龙身而为说法。说也不一定是说，往往示现这个形状，令一切众生接触之后有所感悟，他有感动，他有领悟，这个也是属于说法，也是属于度众。没有地方他不能到的，龙能变大身，能变小身，他变成微细的小身，往往我们一般人不能够觉察。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小爬虫，我们也不能够欺负它，说不定这个小爬虫
龙王变现的。这些事情呢，确实常有。这些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实现，以种种身份出现的世间。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读诵华严的人，看到人小法场，就合掌阿弥陀佛。可能他是龙王变现的，他是不是真的龙王变现呢？相随心转。你如果认为他是龙王变现，他真的，他就是龙王变现。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境界。凡夫心里面想贪嗔痴慢，心里面所想的自私自利，这个想不好啊。诸佛菩萨变现殊胜的境界，被他那个想搅乱了。诸佛菩萨所示现的至善的境界，至善圆满了。只要众生存善心，存一个好心，你能跟佛菩萨这个善意相感，这个依报的环境就非常美好啊，得佛力加持，非常可惜，我们不懂佛的意思，偏偏跟佛相违背。佛的善心善行，我们得不到受用，反而在这个里面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受无尽的苦报。这是经上常说的可怜悯者。下面一尊，第八尊，清净色龙王，色是色相，清净的色相就好啊。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一天所接触许许多多的人物，可惜我们没有天眼，我们没有他心通。如果有天眼，有他心通，你必定会常常见到人群当中有佛菩萨，也有妖魔鬼怪同时出现了。我们的心行善良清净慈悲，你看到的诸佛菩萨多，妖魔鬼怪少，看到少。如果自己的心行邪恶，你看诸佛菩萨少，妖魔鬼怪多。
没离开我们的生活圈子啊。事实的真相确确实实如是。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必定会断我修善。断我修善从哪里断起呢？念头。念头善，你的行为当然就善。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经教相应。所以自己色相端严了，清净心呢，现的这个相清净，慈悲心现的相慈悲，真诚心现的相真诚，这不就是相随心转吗？相能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过去好像是印光法师文钞里还是哪，大概文钞里头有，印光法师听说地贤老和尚生病，地贤老和尚天台宗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印光大师给他写封信，你是讲经法师怎么可以生病？这个话我们听起来感觉到莫名其妙啊，那讲经的法师他也是人嘛，他怎么会不生病呢？印光法师，讲经的法师真正修行人不应该生病啊。如果你真的生病了，示现了，用生病这个方法度众生啊。如果不是示现的话，那你就不可能生病啊。这个意思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那个身实在讲也是金刚不坏身啊。这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法身、报身、应身三身一体。法身就是报身、应身，应身就是法身、报身。我们凡夫有差别，觉悟了的人没有差别。所以不但这个色相体质清净，他居住的环境也清净，居住的国土也清净，境随心转了。我们在此地要学的，一定要学清净色。他为什么不说清净心？他要说清净色。清净心能现，清净色是所现，能现是因，所现是果，从果就看到你修的因殊不殊胜。
换一句话说，这正是修行成绩的表现，拿出成绩来给别人看啊。成绩就在我们这个色身上，就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行为上。看你修行的功夫，看你其如的境界，功夫得力，必定其如清净平等的法界，这是你真正的得受用了。第九尊普运大神龙王，运是运行，普是普遍，大神是说法了，应神遍虚空法界，我们听这句话都感觉到很奇怪。音声是属于震动的现象，震动的这个波，距离越远，这个波就越微弱啊。我们在此地说法谈话，远处的人听不见，为什么？距离远了，这个音波传到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微弱了。这是我们讲的物理的现象，可是那个心理的现象就不一样。明白物理现象的人很多啊，科学家都知道啊，懂得心理的现象人就少了。我们今天在此地说话，很小声的说话，悄悄的在说话，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怎么回事情？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远了，这个音波传过去根本就听不见了。但是我们要问，波会不会达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达到，达到了两波就非常非常微弱了，几乎接近于零啊。可是西方世界的人心地清净，极其微弱的波动他都能收到，他都能听得清楚。就从物理现象上来说也没有障碍，华严经上讲的四思不碍啊，因为心神啊，那心的波动啊就没有强弱之分也没有远近之分，
这个的因身财法已经周边法界，速度之快，几乎同时。所以佛才给我们讲啊，时空是我们凡夫妄想里面产生的，不是真相，不是事实啊，用现代的话呢，纯粹是个抽象的概念。诸佛菩萨其如真实的境界，远离虚妄，所以尽虚空遍法界是一法界，叫一真法界。一法界里面，没有缘尽，没有先后，没有次第，佛在大经里面讲刹那记，将来到十定品要写说，这个情形呢，正如同我们这个身是个一体，如果身任何一个部分被一根针刺，被一个小虫咬了，全身都感觉到疼痛啊！诸佛菩萨在真实法界里面感受了，方佛如是。所以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都清楚啊。这样才发大神，这个大神就是经上常讲的四字后啊，为一切众生说微妙法，法决定是微妙的，微妙的意义非有非无，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是微妙啊。成说差说，永远没有间断说，微妙啊。华严经确确实实展现出这个现象，让我们体会。根利的人，聪明的人体会到，体会到那于一真法界就接近，再加一把劲，用一点功，很可能就其如啊，入这个法界，在这个幕后一品入法界品啊，如才有用，真正的受用，你没有白学了，不如不行啊，一定要起如。那么这个如确实只有根性力的人，什么叫根性力呢？烦恼轻的人，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放得下、看得破的人，这种人容易起入。
如果我们放不下，看不破，事出世间法里头，只要有一法放不下，你就不能入法界。不能入法界，那还搞六道轮回？这一定的道理。那么由此可知，入法界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怎么个入法？我们可以参照各宗派的经典，细细的来较量，来观察，意思就比较上清楚。相宗所说的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就入法界了。法界是四智菩提，那真正的法界，虚妄的法界，六道十法界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的虚妄境界，正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幻境啊，梦幻泡影啊。如果你转世成智呢，那你就住真境。真境，法相家所说的阿赖耶的相分，这是真经。纵然不是纯真，跟真是非常靠近，也就是自信的相分了。这里面没有产生变化，所以这个境界是真实，叫一真法界。那么相宗怎么入呢？转世成智。教下怎么入呢？断烦恼证菩提。教下用的方法跟禅宗很接近，也都是属于禅。教下所学的止观，止是止妄想分别执着，观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信的般若心性，那是观。所以教下常常用这个功夫这个功夫说得更浅显一点，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练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练这个功夫又能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里面是真用功夫，修清净心，功夫逐渐深了，功夫得力，功夫深了，没有一丝毫勉强，这个境界也能现前，那你就得定了。
这叫得定。得定就是得清净心，就是明心见性。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现前，真心其用，自自然然就观照了，照见了，教下其儒的过程。我们净宗那个方法就更巧妙，一句佛号念到底。怎么个念法呢？专注在这句佛号上，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专念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那才叫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是菩提心的觉悟的心，彻底觉悟了，觉悟这个世间苦，觉悟这个世间虚幻不实，一心称念，你才能够功夫得力。开始学习勉强啊，即使到了不勉强了，这个心也清净啊，妄想分别执着也都不起来了，不勉强它也不起来了，这句佛号一点不勉强，自自然然就会念出来，这叫功夫成片，是你念佛的功夫啊，开始得力，你可不要欢喜。为什么？很浅不深，一欢喜功夫就没有，就不见了。啊，欢喜是什么？欢喜是烦恼现前。你看，才有一点功夫，烦恼就起来了。啊，欢喜是七情之一啊。喜怒哀乐爱无欲七情啊，万不可以傲慢。哎，你看我清净心性，我不念也听得佛号，你们都没有啊，你们不如我啊！啊，功高我慢也现前了。动了这个妄念呢，你的功夫很快就是这样。所以说。功夫得力了，境界现前。佛在《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现根本不理会它，若无其事，好境界，根本就不必理会。知道这个功夫很浅，并不深，不值得。去理会它，永远保持着清净心，这就对了，正确。所以往生的条件是两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你有一向专念，没有菩提心，那就是古人所讲的寒破喉咙要枉然，不能往生啊。有菩提心不肯一向专念，也不能往生。两个条件必须具足，
这才能往生。你看看《无量寿经》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上辈、中辈、下辈，乃至于一心三辈，佛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我们才真正明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基本条件，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就是一心念佛，念佛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赞叹所宣扬的，真的是普运大神啊。我们将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与普运大神相应，与诸佛菩萨的心愿相应，与诸佛菩萨的教学相应，那么这样自自然然就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我们做他做的跟他相应吧。幕后这一尊无热恼龙王，那么这个龙王在梵文里面是阿耨大池龙王。阿耨大池在哪里呢？佛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在雪山，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是高原的，高原里面有个很大的湖泊，书本里面记载的叫池，实际上是大湖。这个里面呢，这尊龙王所以他无热恼啊。我们知道雪山喜马拉雅山的积雪终年不化的。我在加拿大看过冰河那个冰是一年四季不化了，这个在冰河里面有这个大湖这个里面的龙王啊，无热恼啊，热恼是烦恼，贪嗔痴都是烦恼啊，龙本来就是烦恼很重的，烦恼不重，怎么会堕落到这一道呢？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个心里面有毒害之心啊，就容易堕在这一道。虎狼蛇蝎这都是有毒的，龙也是有毒的，而且那个毒性很大，龙吐的那个气都能伤人伤畜生，你说那个毒多大这三毒烦恼重的无热恼龙王
这个名称我们一听就晓得了。佛与大菩萨视线在龙这一类众生里面，龙是属于畜生道。你要度这一类畜生，一定要现同类身。诸佛菩萨示现大龙王啊，龙都有毒，这个心里面呢充满了三毒烦恼，大龙王很慈悲，很清净，没有毒害。用这个方法来度这些龙众啊，这些龙众是谁呢？恐怕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哦。我们一天到晚还有贪嗔痴慢，还有三毒烦恼，你能保证你死后不堕落到龙中吗？菩萨示现这个身，示现这个法门，警惕我们呢，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的经文了，回光返照，自己好好反省反省，检点检点，我们现在心里的三毒烦恼重不重？如果三毒烦恼重，就很麻烦了。念佛修行，念佛修行很好啊，不能往生，到龙众里面去投生，龙的福报很大，把你一生所修的变成有漏的福报，福报大的当龙王去了，福报小的龙子龙孙，搞这去了。所以读这些经文，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啊，一定要断烦恼啊，烦恼断不掉啊，我很想断啊，断不掉啊，越断越多，好像不断还没有，一想断越多啊，这是怎么回事情？不是说你想断的时候就多。你想断的时候发现你烦恼多。你在没有念头想断烦恼的时候，你烦恼就那么多。但是你没有去发现啊，它就这么多。这想断烦恼在发现这么多。多不怕了。越是多越要用功夫去断。那么断烦恼的方法，佛教给我们三个方法：戒、定、慧。戒呢，是把烦恼控制住，约束它。这是用很勉强的方法来防范。如果因戒得定，你戒的功夫得力，持戒功夫得力，得力了就定的境界现前，不必要勉强，烦恼也不起作用，那就真正把烦恼扶住。烦恼不起作用，但是烦恼的根没断了。定能够控制烦恼，不能断根。定能扶住它，定越深，
你服的时间越长久，啊，服的效果越大，啊，要用什么方法断烦恼呢？要智慧，《般若心经》大家常常念啊。你看《心经》开头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烦恼就断了。啊，怎么断呢？照见就断了，它就没有了。啊，烦恼到哪里去呢？烦恼变成菩提了，转烦恼为菩提。说老实话，烦恼不会断的，烦恼是性德的，那一断了，性德就没有了。烦恼啊，说断烦恼是烦恼转变成菩提。真有智慧照见，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办法照见，把自性里面的菩提都转变成烦恼。所以诸佛菩萨的菩提之受用啊，没有烦恼的伤害。我们今天受烦恼的伤害，不得菩提的作用。所以你想想看，凡夫跟佛就是那一念的转变。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讲啊，圣凡不隔毫端呐，就是那一念之差了。哎，这一念你能不能转过来？转过来超凡入圣，你就不是凡夫。希望你能够转得过来。转过来就是大彻大悟，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呢？习气太深，无量劫来的习气养成一种习惯，虽然听经闻法好像闪电一样放了一道光，忽然觉悟，可是第二念呢，马上就明了，快得很。这种现象，我想很多同学都有啊。听的时候，忽然就啊，再一低头又迷了。可是你要晓得，你这个一念觉悟虽然是短一刹那的时间，很可贵呀。为什么很可贵呢？你无量劫来从来都没有闪一次光啊，现在居然闪了一次。有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啊，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集小悟成大悟，集大悟成彻悟。这个是中下根性人普遍的现象啊，那个上根立，这个立根啊，才能够豁然大悟。我们讲叫顿悟，顿悟顿超，这种人少，非常非常稀有啊，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见悟的人很多，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现象，见悟的现象，那个见悟最重要的缘，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听经，这个缘就殊胜。你那个光一闪的机会就多了。次数就慢慢密集了，缘，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诸位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给众生做得度的因缘，这个功德大。古人懂得，现在人是似懂非懂。古人懂得，肯发心见道场。五十个的帝王，以国家的力量来建大道场，各位在中国要去观光寺院观光，你往往看到这个寺院的匾额，上面写着“敕建”，那就是皇帝下命令建的这个道场。那么还有一些道场是地方上大夫长者。他们懂得见寺安身啊，让出家人身心安稳了，他能在这个地方修道啊，成就他们了。这也正是佛法里面常说的法轮未转世轮先，修行人如果生活不安定，天天为生活忧虑，他这个心怎么能定下来？怎么能够修行？除非是那个这根性很利的人，他是随遇而安呢。那种人行的，一般中等人不行的。明天没有得吃的时候，他就忧虑了，他阿弥陀佛都忘记了。所以中等根性的人不行，一定要照顾他的生活。所以古代这些大夫长者们，他们学佛，他们明白，往往把自己的家宅捐献出来做道场。像宋朝司马光，司马光的晚年就把他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房地捐献出来做道场。中国古代很多在近代像民国初年清末民初，杨仁山去世把他自己的房子捐献出来做刻经处诸位现在如果到南京去参观金陵刻经处，那就是杨仁山的私宅，捐献出来做道场流通经书。刻经处里面也有一些出家在家的学佛人在那个地方做研究工作他提供的研究的环境。
使你身心安稳了，你可以在那住多少年了，成就你的学问了。这个就是真实功德。那么古人建道场一定有真正修行人，是为真正修行人提供的，不是说建个道场再到外面去找修行人，那个事情叫攀缘，不是去找人，看到真正有人在这里修行啊，所以才建道场啊。没有修行人，你建道场，道场建好之后，里面打架了，争权夺利呀，那是什么道场呢？那是恶道的道场，三恶道的道场。我过去在台湾遇到过，出家人。老师傅派他的徒弟到处去化缘，见到他。道场建好之后，这些徒弟每个人都花了不少钱啊。在老和尚面前，我花的钱比他多，我要做当家师。那个人说，我花的缘也不少，我要当为诺。彼此天天吵架了。摆不平啊。所以李老师常说啊，道场没建的时候啊，大家在外面化缘，同心同力啊，来建道场，个个都是菩萨了。道场建好了之后啊，个个都变成罗刹了。这样的心行将来到哪里去？三恶道去了啊。那么出钱出力的那些人，他不是成就你做菩萨做佛，成就你堕阿鼻地狱。那个出钱出力的人也有罪过啊。你不出钱不出力，他的道场盖不成，他还是真正修行人，还在那修苦行。还修得不错，你这一供养就把它供养到阿鼻地狱去了。所以佛知道啊，佛慈悲到极处啊，教导你们在家同修，对出家人供养四次。你是真正成就这个出家人，帮助出家人断贪嗔痴慢了。四次供养他没得吃，你供养他一钵饭。他没有衣服穿，你供养他一件衣服。他生病了，你供养他医药。他晚上睡觉，供养他铺盖。四次供养。没有说供养房舍，没有啊。你们大家出钱出力，这个寺庙盖好，宫殿式的富丽堂皇，他在里面过皇帝的生活。你们在家信徒跟他比差远了。这种生活一过的时候，功高我慢，自己以为不得了了，造罪业。没有钱的时候有道心啊，一有钱的时候迷了，就造罪业啊。所以出家人发心出家的时候，哪个不是好出家人？个个都是的。后来为什么变质呢？都被信徒供养供坏了。这古时候人不一样，古时候人富丽堂皇的宫殿是供养佛的，供养大众的。
啊，讲经说法，大家在一块修行，修行这个道场富丽堂皇。啊，自己住的地方呢，那个寮房很小啊。啊，住持这个寺庙里面的领导人，啊，他住的房子多大？叫方丈啊。啊，这居住的房子是最大的，寮房最大的，一丈四方，方丈。啊，那个建筑很平常，很简陋的，叫方丈。啊，所以这个寺庙建得再好，是供养大众的，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不是供养我的。里面出家人绝对没有这个念头，那是供养我的，没有。生活非常简单啊，世间人讲求营养，这个修行人不讲究营养。他讲求清净心，所以吃饱就行了，没有挑剔的，没有选择的，所以现代人修行为什么比不上古人？没有古人那种成绩，那样的成就。现在修行人养尊处优啊，生活太富裕了，所以对这个世间贪了个贪念啊。古人再大的道场，生活都很清苦，对世间没有留恋，他有出离的心。现在人没有出离的心。都念佛，听说阿弥陀佛来戒瘾的，不去念了，这还得了啊？这要死的呀！口里是希望往生，真的阿弥陀佛戒瘾的时候，赶紧躲起来了，生怕见到啊！口是心非也。所以从前这个中国寺院丛林，这个轻重啊，叫住广丹啊，广丹是通铺啊，那才能成就啊。一个人一个房间不可能成就，为什么呢？门一关起来打妄想啊，大家通通晚上睡在一起，睡得规规矩矩的，一众靠众，你不规矩，大家都看到你，没有胡思乱想了。祖师大德想的那个方法好啊，我们的毛病他都知道啊，都做出防范了，就一定要做广丹，才能真正有成就。就到这里是念佛的，不是来享福的。这个地方享福，你有多大的福报啊？你能够在这享福啊？这个十方的心中善心，恭敬供养，你到里面去享福，那还得了？一定要了解。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业法师来告诉我，大陆上现在有些庙恢复了，也就是为注重的疗房的事情向圣业法师请教，圣业法师立刻就告诉他们
决定不能够一个人一个房间，决定要做通铺还是云水单，不知道是哪个道场向他请教。圣依是个修行人，非常难得，我很尊敬他，也很佩服他。那么呢，今年他的身体不太好，我也鼓励他发大心。他对于中国佛教复兴贡献很大，做了很多好事情。所以记住，一定要修清净心，要以无热恼为我们修行的标准。无论修行哪个法门，烦恼现行就错了。尤其是这心里边不高兴，完了，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佛经里常讲，火烧功德林。你所修集的功德全都毁掉了。问问你修的是什么？你真正修行，顺境里面不生欢喜心。逆境里面不生嗔恚心，你有功夫啊。功夫不是说你每天念多少部经啊，念多少声佛号，不是的。真的功夫啊，经得起境界的考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能保持着心地清净。平等，不起心，不动念，不为外境所动摇，这叫功夫啊！你修行有功夫啊！经念的再多，一天念十部无量寿经，念十二部无量寿经，他还打妄想。他还自私自利，他遇到不高兴的事情还要发嗔恚心，还想种种方法去害人，造阿鼻地狱的罪业。那个经念的有什么用处？佛号念的有什么用处？真正功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华严经到幕后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学什么？立思练心。什么样的人他接触，什么样的事他也接触。在接触里面练清净心。这叫真功夫啊。所以过去方东梅先生多花言无比的欢喜赞叹，他把华严经看作哲学概论，他是学哲学的。他说华严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哲学概论，里面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在历史练心当中成就真实的智慧，经得起考验的智慧，这个不是假的。所以他在晚年在学校里面开华严哲学，
他在台大，在辅仁大学博士班，纯粹讲佛法。大乘佛法华严是他的教材。无热闹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还生不生烦恼？那个烦恼的心才动，赶紧要忏悔。怎么忏悔法呢？念阿弥陀佛，那个念头一转，转成阿弥陀佛，把你的妄念、贪嗔痴念头啊，把它压住。一句阿弥陀佛唤醒自己，把烦恼压住，这个人叫会用功。会用功，功夫得力了，就在一切顺利境界里面都不起心动念，顺境不生欢喜心，逆境不生烦恼心，功夫得力了。念佛人到这个境界叫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你就有把握了。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这一句总结意思跟前面一样。幕后这一句，莫不勤力，心云不语，令诸众生热闹消灭。你看看他这个地方跟无热闹龙王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应。龙，这个在过去大家观念当中都是心云不语的。所以你看这个干旱的时候，大家都要去到龙王庙去求雨。管这些雨水的是龙王。他们是勤力心云不语。雨水要下得适时适量，大地众生才能得到他的滋润啊，欣欣向荣啊。如果雨水少了，或者雨水过多了，都造成了灾害。那么像大陆上最近发生严重的水灾，那个龙王负不负责任？他真有责任。他为什么下这么多雨啊？为什么害这么多人呢？众生心念业力与天地鬼神，他有感应的。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贪爱就感得水灾啊，嗔恚感火灾啊。愚痴是风灾，佛经上常讲的三灾，水火风三灾怎么来的？众生贪嗔痴
达到饱和点了，这三灾就现前。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拔除心里面的三毒，外面哪里会有三灾？不可能啊。所以天地的灾变实在是由于人心的。那我们三毒烦恼太重了，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众生都充满了贪嗔痴三毒。这个佛菩萨示现的龙王啊，远离了那些恶的龙啊，他都来了，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善神远离啊，魔鬼下凡了，佛菩萨为什么远离？众生造的业太重，佛菩萨不能不离开。如果不离开，众生造的业更重，离开是慈悲。为什么说不离开造业更重？众生毁谤佛菩萨，侮辱佛菩萨，根本就不能够接受佛菩萨。在这种情况之下，佛菩萨远离，不让众生造业。所以佛菩萨示现是慈悲，离开还是慈悲。佛菩萨离开了，妖魔鬼怪现前。这些恶魔恶鬼呀，他要伤害众生，众生要遭这个劫难啊！这个劫难实实在在讲，他的真因是业感变现出的境界啊！这些妖魔鬼怪啊，做增上缘而已。是我们心里的邪恶啊，把这些妖魔鬼怪的邪恶把他们找来了。如果我们心正，妖魔鬼怪赶紧就离开了，边都不能够沾，他怎么敢伤害你？所以说我们自己心邪心不正，才招来这些灾难。那么这些是善神，是诸佛菩萨化现，他们心云不语，令诸众生热闹消灭，这个好啊！所谓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善心感得的善神。这一句话也有双关的意思。外面所现的，这是行云施雨，散去炎热的毒害。如果是大晴天呢，就很热了，热就叫人生烦恼，也容易得传染病。所以这个雨就很适中事实，对于一切众生有利益一点。
菩萨的内心大慈大悲，慈佛门里面常常用云来比喻，慈云、法语啊，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用法语来比喻来形容，慈云法语，这是讲他的内德。慈云法语就能够散除众生的恶业，消除众生的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感觉的炎热烦躁啊，这有一阵雨太好了，炎热烦躁立刻就可以消除。二佛菩萨以大慈悲心为我们讲经说法，我们听了接受了，能够除这个心里面的贪嗔痴慢的毒害啊。贪嗔痴是严重的病毒，这个病毒要扩散不得了啊。那个灾难呢，实在讲不是你身体的死亡啊，你带来了无穷的祸害，真的是自害又害众生。可是世间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愚痴，以为自己造的业与别人不相干，顶多说自作自受嘛，那与他有什么相干？他不知道自作自受之外还影响你周边的环境，影响你周边的人，自害害他，不是与他无干的。与他无干，那个事就好办了。自害害他，你这个罪业就越来越重。换一句话说，你来生的生活状况越来越苦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了解要明白，然后才晓得我们自爱就是爱他，我们自重就是尊重他。自他不二啊，自他是一体啊，怎么能说不相关呢？佛菩萨的修学勇猛精进，不懈怠，不退转，不怕一切的艰苦。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众生啊，愿一切众生得福啊！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希望一切众生得福，希望一切众生都能生活的美好。自己才勇猛精进，这个力量很大。世间人勤奋工作，名利才推动，
佛菩萨希望一切众生得福，这一个愿望在推动，比那个名利推动了殊胜多。名利失掉了，他马上退转，而佛菩萨的愿力推动永远不会退转。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今天就讲到此地。